能队去送。六队，我那送完了，扔1000不够啊。不够，你再给他送呗，看他啥时候够，然后那个实在那，我就送。有对面载具的信息吗？前面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，然后往右前拐，到这儿往右前。三机麻烦送点箭头送到那个归合点。我帮你挪车，我帮你挪一下。那边有，那边有。就别动，就别动，我再帮你挪车。咱对那个边地准吗？他往东去了，往东去了。坦克下来了吗？我看那标了个陷阱，难下了。东边载具是正确的吗？是对的吗？有吗？他停那儿，没有情况，我再看一下子，他不是标记了吗？你在开枪吗？那应该是前面打的，对。这个三队，你说，看一下，你说，有辆 BMP 在那里了，标点你看一下，
操，凹点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是个坡。我觉得应该不用动。他打烟了。他打烟了是吗？他走了是吗？没有，还停那里的。他走了吗？他倒吗？他不是断了吗？三对上了。他是往哪走？他是往北走的还是往南走了？可以往上北、下南、左西右东吗？标出来就完事了呗。没看出来是什么车。看着像是履带的。拐弯走了，坦克点标心了。我能看到标点的位置。不是龟壳，刚才3.9，一下子剩1400。龟壳，挺鸡巴废呀！那个北边兵站是不是精确标呀？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俯角没有问题。看我标点，看我标点，是一对标点，六对标点。撤了，七对小兵，六对标那个对面小兵还在吗？应该还在，在路上。我右拐过去。过来了，到你们那边去了。炸了！他为什么不打呀？我操！他不打，我还以为自家呢。还好我反应快，我说这他妈不三连吗？我操！我还愣了一下，我以为自己二的，我说不对，车型不对，我操！沙队让一下，沙队让一下，我们回去。13队那个地方还要不要东西？你说什么？弹药和警察还要不要？你往前送就行了呀，往前送电子弹药就行了。行。
前两发是因为一开始是高爆待着呢，打了两发意识到不对，然后切过去。慢，伤害掉的太低了。五对标，你那个标对标是正确的吗？是 OK 的吗？这个洗成吧，应该就在那儿了。没有，我没看到，我一直看右边的。这不是冰站，对面是冰站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这是对面的冰站。但对前面你俩是给你跑，你俩人都一样的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是不是？反是找到了蝙蝠过来，你俩能走就走，快走！我操！给他妈知道。我们队里边发一直跟我说，一直跟我说我们是捡球。十二队，你真狗！哈哈，他妈真狗！他妈的，哈哈。十对标那嘎有个围考啊，咱应该找个位置阴着点。六队，告诉你们的拉那个拉物资的那啥，那车前面好像不是补给卡就是玉米缸，别耐堵。
红色了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找个中间站，让他给晚点见一面。那个，十一队进攻，进攻那个点有那个对面的 FOB。什么？对面的 FOB 啊，看一下。我不要点啊、哦。在桃那儿起是不是？十一队警戒，准确标，有排炮就先往那砸。我八队长是直升机，直升机里边还带俩人。啊，等等啊。可以。十一队补给卡能撞我们吗？我们要去取迫击炮。你们在哪儿？你把补给卡放掉，你把补给卡放掉，我从殡葬回。要不你开到十四队标吧，开到十四队标。我们补给卡炸了。不进人吗？徐队长，你去南边机库那儿排一个吧，那边正好再下一个货吧。在不？齐队长，你去南边那排个兵站，你到那边修个维修站，我不去打方面了。我们这个点里面要几个双兵站，不然不好打呀。好说。十一队，你们那个。重统那边那兵站还有人吗？还有人活吗？对，不好拉了。十一队，
区队准确标，区队准确标，能炸就往这炸。区队准确标，有迫击炮可以炸，他们没动。十一对准标是吧？对，十一对标，十一对标，准对标。他现在是不动的，他在等。十三队的迫击炮可以往我们这地方炸炸一两回的。这个是西北方向那个兵站进步兵了，不是龟壳。快鸡巴废了，动不上了，操！光我一个飞机了，好好好，他妈给我炸死了！你们放点水就用得上啊！三队吗？没有啥，前面那儿中。
战队，你让你家一点注意点、那个地方还有步兵的。炮点，规格二队那儿也标了一辆车，我操！我还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，步兵队瞎飙车，不是你标那点儿我咋落呀？你找空地落吧，尽量落近一点，尽量落近一点，找空地落一会儿。反啦，防守点，赶紧进点儿，修上。那嘎达白扯，录不下去。八对一了，怎么了？跟我吧，我走过去，我走过去，你跟我。一倍速了，一倍速，快进点儿，现在填着一倍速。对，刚回去过了，屁股后出来的。二队长，那边是什么呀？那是八零 ，BMP 都在你们吗？关键是也没标点。他们当时在那个现在的那个进攻点那儿标了一 BMP 的标，我操！我以为 BMP 在那儿，我一直看着那个，结果突然屁股后就出来了，我以为是三零，我操了！他他妈要是……我操！当时，哎呦，我一开始瞅着前头的时候拿桃瞅，我想着要 BMP 直接先给他来发桃，结果 BMP 在后头。赶紧点儿，别他妈打！现在点了一倍速，近点儿。不是。规格那边，学长，你们那边发点东西过来，我们这边有点缺东西了。什么？十四队长，赶紧找个地方赶紧放吧，非得放点儿中间吗？十三队，你们的那个迫击炮可以先架一下我这个十一队那个目标的，他里面全都是人，我操！弹药好。我操，他被打了。那个龟壳还在，海地炮继续炸呀！不对吧？对面就一辆 BMP， 对面一辆 BMP。对面那个标是三零被史林克收了。哦，操！行 ，OK， 牛逼，太牛逼！对面两倍速了，快进点！他们分不出来这个标对有什么区别？
陶阵地被洗了。现在几点？几点？妈的，快拉完了！我操了！妈白秀了一个，直接往点里面扑，好吧？队长，工兵要火力狗。我把这个 CC 背后有个缺口给你摸进来， CC 缺口给你摸进来，我给你封一下。已经要打到，修了，修。大门口有桶子，小心一点。嗯，我修机库里边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等会儿给你修。小心炸弹，小心地雷。你正好过来拍一个那个，正好过来拍一个，让直升机送一波建材。你正好在里边再拍个维修站。飞机，你再侦查一下吗？你车先开过来，我看是。我送货呢。防爆墙好还是防爆碉堡好？飞机能侦查一下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十二队，十二队，放点弹药放到这儿。真打的，我操！我没有这玩意儿吧？二队，能不能留个武器卡？二队。你怎么开两辆武器卡出去了？七队，你那怎么回事？哎，七队标啊，七队标那儿有个。OK。红塔，你用你那个机关炮红塔。
OK， 我得找个位置才行。是重桶是吧？对对是重桶。房点进来，房点。房点进来，房点进来。房点东边，注意点，房点东边。哎，好，嗯，要上来了，不能不能，还差点。这边树上。那个谁往那个防守点运点弹药和箭材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能，运不了，人到。看，看补给卡在哪儿？是不是这上边啊？打死没？都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还是运动场，你刚打的。上，我在，我在上个点了。赶紧让人别再上一个点待着了，回防守点，防守点快被压了。你们谁在那边把那边给刨了？别让他们在那活了，都跑那个。我操！我他妈这电摇把那个三零炸了，我电摇把三零打了，我操！那么很正常吗？那个本来电摇就能打，就能打三的三零。运点东西过来啊！这边没东西了。你这三零几炮就把你电摇给打爆了。你要偏硬刚的话，你能打炸他。而且我还是单子。毕竟遇到人了是吧？就是上马路走，上马路走对。快点运点箭才过来，守不住的。七剑应该是遇到人了吗？骑队，你把他打弄死了，是吧？逃车有逃车，三队你过来看一下。我打了他 okay, 大概一半血吧，他跑了，反正我没爆到胎。OK。我操，哥哥！怎么你？看我哪个方向走的？修了个城堡。我修了个城堡，我操！他往哪个方向走的？这边？对标。好、哦，在我估计在那沟里面啊，我们这边找不到，就估计在沟里。
车上。大。队长，你就停这儿，你就停这儿，一会儿我就站在里边。他旁边来人呢，正好这两边可以打到。OK， 收到。缺点电子，让直升机运一机。不会，我站后边，我站后边，你打你的，我站后边。旁边，一会儿旁边我再放两组，我在这旁边啊。好吧，那我还行，我那会儿看着还行。换点手，换点手。换点手吧，那个点手弱一点。不是，他要有人在这刨这个的话，我就直接上来给他补上不就行了？以防万一啊！防守点，防守点，北方来人了。防守点北边，冲进来了。六队赶紧带人回来呀、啊！六队，别在那边打骚扰了，赶紧把人都带回来。你让直升机再送一点建材过来，然后把那个只留一个缝儿，就只在这儿留一个缝儿。我就只在这儿留一个人，人能过的地儿就行了。大概得1400最少吧，1400差不多。他一飞机建材，你起个维修站，我在这儿放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最少得三个。飞机已经跑回来。不是，咱们没有指挥官的吗？没有，没有骨官。他妈不得他妈吃波大亏啊！我操！我就这个位置再给你放一个那个碉堡，然后再一个防爆墙，再一个碉堡。就可以了。他这个铁丝网是可以挡逃的。如果对面骑队，您那遇到人了吗？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OK。你可以车网动一点，一会儿我把防爆块碉堡放这儿，放在我这个位置。你就可以往前面探点车头打他。不是，往右转，往右转，往前走。对，对，这个位置正好能狙他。你不是，你这个位置正好能指挥官。好，我当时在还放一个防爆块。没指挥官。
六对标那里你看一下，六对标他们坦克在维修的，起一波。拉一飞机就够了。没有狗乖，没有狗乖。三队，三队，注意你前面。炸了，已经炸了。什么东西？怎么炸了？我还听到一个女探员，我先点炸了，再看一下。我打着了。应该是贼。你在看你正前方啊？全是一人呗，怎么拿呀？回来了，帮你架，帮你架。但是维修站太脆了。啊，也是放里边吧，放里边。嗯，维修站太脆了，不可以放。队长，你把维修站往里边开。咋放这么远呢？给你留200修车够，还能再放一个风暴艇。行行行，那，你能告诉我狗哥是怎么打放的？那如果是咋放的，我他妈得把我他妈现在放给你看。你先放这个。没事，我先学一下都。我操，这是他妈浪费了一个弹药枪，弹药枪呢？直升机拉一点那个建材拉到灰色点。十三队的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他搁这儿卡，我靠！我这不是还瞄呢，突然闪现了，我说咋不动？你们可以往我这边出来建材的，我这建材肯定要。有没有出来了？
上了车。啊？后边停下来。你趁现在没有那个块儿，再打一波。趁现在他人没下车，趁现在没人下车，还可以隔着那个墙，还可以干他一下。看不见。往后边瞅一下。往这边拉建材，这边没建材了。应该就在后边，但是具体位置不知道在哪。长。就能放过来上下车吗？他们在这儿，在这个山坡下面，这个反斜面，他们放。但我们听到。妈的，那个墙里头，不自己人吗？这个凤凰是准吗？我都想到对面他妈踢的标的凤凰准吗？你上面直接进来，我北边有标的那个铁丝网上。标的凤凰是准吗？啊，不会不会。不是队长，你现在你就老老实实蹲那里，别着急，等他们打进攻的时候，直接出来洗一波。这有载具吗？那是有载具吗？看不见了。来人吗？这儿就有车啊。不标记
了一车辆自己干嘛？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抢攻势。布莱德利，你去看坦克，还是撞你的。你卡了。那我好卡。就不要载具。靠，载具来了。有可能坦克，我操。你看没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刚才等他。哎妈的，停车后了。
四队，你看到那个三零没？跑了，跑了，没打到。要打了，其实已经打了，打了，我看你了。他们说断旅了，你去看。说。那小姐，你不来这里能看吗？蓝天来了，蓝天来了。好的。南边北边需要出来，南边北边需要出来。能好的没能更好的晚后。之后。在我这边啊。七对边，四队去帮一下我们，去我对标这帮一下七对标这，我们这边有个破板，破板还没掉。哪儿呢？但不用不用不用，有部分吗？四队四队，弹药打一炮打一下那个后部总标，在哪儿？收收啊，可以走了，四队掉了掉了，后部掉了，走吧走吧，我把你的人接走。哦，后部掉了，后部掉了，你拉。这车他换人了，赶紧上。收收收！嗯，我们把这个地方推走。我觉得可以先一下，对，不然你逃跑了，那也是没法逃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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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